Hello，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们，咱们在前面呢是先给大家讲的教材当中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的想法呢是大家需要先把我们正常的计税方法是不是学完，也就是第六节讲了这个计税方法的原理嘛，第七节讲的是一般计税，第八节呢是不是讲的是简易计税，我们先把这些方法学完以后，我们再倒过头来学习咱们的第五节叫税收优惠。因为我的理解是你总得要先把它该怎么交税是不是学好啊，学好以后再来想哪些是能够享受是不是优惠的。如果你先学税收优惠再去学六七八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税收优惠讲的什么鬼好像不清楚啊。当然不管是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他们中间是不是都会有这个交叉的部分，但是采用这种方法交叉的部分会少一些。总之你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学习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我们在讲前面的内容的时候它总会牵扯到后面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你感觉不明觉厉没关系啊，你一定要坚持学下去，等你学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你就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税收优惠这一部分呢，就有点恼火了，这个内容有点多，因为咱们教材当中啊，一共是讲了八大类优惠，每一大类的优惠里面又给它分成了若干项，所以最后我们一共会学习66项优惠。那我在这一部分呢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讲，但是你们在学习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理解，重点是听，当然也要加一些适当的记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要有对自己有准确的认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优惠都能够记住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就想你多听两遍是磨耳朵，多看两遍磨眼睛，然后熟悉就好啊。然后这个考试的时候你就要靠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靠你掌握的知识，第二个是靠你的判断，或者说第一个是靠记忆嘛，然后第二个是靠这个判断，就是推断，然后第三一个就只能够拼人品了，因为他出题刚好出到你会的你记住的，那你就选上了，如果你没有记住的你可能就选不上。所以我把它总结成这样的，这一部分内容巨多，从教材的87页一直到122页，你看一看多少页，30多页，60几项，而且每一年单选多选是不是都有考的，计算当中也有设计。如果没有这些例外情况，没有这些什么优惠的话，那增值税其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出台这些优惠，所以记住是伤害性大，侮辱性强。同时呢要注意学习的时候抓大放小，这个抓大放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主要重点关注的是一些常规行业的常规的税收优惠，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的，比如说什么飞机啊大炮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你一辈子都碰不上的，那我建议你听一遍就可以了，听明白。所以我讲的时候还得要给大家是普遍的讲，每一个都会给大家讲到的，然后呢你在学的时候呢普遍的听一遍，然后你再重点的看一些东西，比如像什么小规模纳税的优惠呀，像什么软件生产企业即增即退呀，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常规的优惠，这些你一定要记住，对一些偏门的冷门的你不一定非得记住啊。然后第二个就要关注几个今年教材新增或者有变化的地方，整体来讲今年的内容变化其实都不大，只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像教材的93页增加了一个法律援助补贴，教材102页处置抵债不动产，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小规模纳税人他的增值税这个优惠的问题，这三个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三个一定要记住，特别是我们第三一个叫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这个一定要把它
搞清楚，揉烂了掰碎了你都要把它搞清楚。好，首先咱们来看第一大类优惠，法定免税的问题。法定免税是个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直接给你规定了，这些项目就是免税，你天然的就是免税的啊，称之为叫法定免税。那我们目前呢一共有七大法定免税。这七大法定免税呢，第一个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记住农产品税率本身是 9%， 销售自产农产品还要免。第二个是避孕药品和用具，这是第三一个。第三一个呢是古旧图书啊，是针对古旧图书啊。第四一个是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的仪器设备，这是进口环节就免税了。然后第四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第六，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第七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讲三旧的时候顺带给大家提了一嘴，就是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它是免税的，这个叫法定免税。第一个关于这个农产品的问题，记住了，我们只有一般的农产品只有生产环节是免税，有部分特殊的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是免税。所以你发现这个教材当中啊，它把这个生产流通环节免税的农产品是单独拿出来的，因为它不是法定的，它是后面是不是追加的。什么意思呢？比如一般的农产品，这个一般农产品是啥意思？就除了列举的蔬菜、部分肉蛋之外，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农业生产者，你销售自产的农产品，不管你是单位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啊，你卖出去的话是不是都是免税的。但是如果这个二道贩子他收购了农产品然后他再卖出去，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免税。所以你才能够，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才能够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个农产品竞相抵扣是不是联系起来。然后那部分的蔬菜啊，就是蔬菜以及部分鲜活的肉蛋产品，它的逻辑是你农业生产者然后卖出去当然是免税的，流通环节是不是也免税？大家注意它的区别，就是大部分农产品生产环节免税，流通环节不免税。那部分特殊的农产品是流通环节也是免税的，当然它生产环节肯定也是免税嘛。这个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咱们教材的89页特定免税项目，关于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免税政策。这个呢是12年出的，从12年1月1号开始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规定就是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这是一个，这是12年的时候。然后这里的蔬菜呢它有目录啊，也包括什么，比如挑选、清洗、切分、晾晒、包装、脱水、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这种蔬菜，因为它仍然还是蔬菜嘛。但是如果你把它搞成了蔬菜罐头，它如果搞成了蔬菜罐头的话，它是不是就不再是农产品了？它就不能够是不是享受这一个优惠政策？这是针对蔬菜的。然后呢，在89页特定免税项目当中，第六一个是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税，这是在蔬菜的基础之上是不是加上去的？从12年10月1号开始，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啊，它是免征增值税的。所以呢，这里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还有规定的范围，肉就是指什么？猪、牛、羊、鸡、鸭、鹅，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或者是我们日常的吃的这样的东西。然后蛋呢，它要求是指鸡蛋、鸭蛋、鹅蛋。刚才有人说，那猪、牛、羊、鸡、鸭、鹅都免税，为什么这里只对鸡蛋、鸭蛋、鹅蛋免税？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关于这个种子的问题。种子，这种子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你想嘛，如果是我们以前
家里面种水稻啊，种玉米啊之类的，包括什么种土豆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农民是自己留这个种子的。不过现在呢，你家里面种什么水稻啊什么的，这些种子是都是专门买的。那这些种子呢，免不免税呢？要求是从10年12月1号开始，自种企业在下列生产经营模式下生产销售种子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那下面就举了几种情况，就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如果就是你今年收的水稻，你留一部分下来别吃掉，明年把它当成种子继续种，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卖出去，它本身就是你自产农产品，当然是不是就免税的。而我们这里主要是指哪种情况呢，就专门的自种企业采用这些方式来培育的这个种子啊，它也是属于免税的，相当于作为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但是讲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啊。那第三一个提示，关于这个畜禽养殖的问题。那我们自己养殖的这些畜禽卖出去，当然是属于是不是自产农产品。但是我们现在呢，有的公司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公司加农户方式，这种经营模式，就是公司提供禽苗、饲料、药以及疫苗等等，由农户饲养，农户饲养以后，把这个成品交回给公司，公司再卖出去。那这种情况算不算销售自产农产品的问题？我们13年的政策规定就属于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啊。然后第四一个小的提示，关于这个税收优惠的问题，记住，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它的免税问题，这个免税一定是主体一定要是什么科研机构、学校这一类的单位，它的内容是要进口的是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研的仪器设备以及教学用品。而它的政策我把它总结起来，它其实是免了三个税的，第一，进口环节关税，第二，进口环节增值税，如果是属于特定的产品它要交消费税的话，还要免这个消费税。那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点，因为考试经常考这个点，它主要是考什么，它问一般的单位进口上述物资以后再出售给科研单位学校，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免税。记住，比如一个贸易公司，你进口这些东西再卖给科研单位卖给学校是不能够免税的，它要求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些单位自己去进口的。那第五个提示，关于咱们其他的考点这个优惠当中，比如第五一个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设备。那出题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给你搞一个说外国企业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设备免不免增值税，你的回答就是不免，因为它只针对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再比如第六项是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残疾人专用的物品，一定是残疾人的组织，比如出题就会出什么非残疾人组织，或者是进口以后销售，那这种情况也是不免的。第七一项，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一定是指其他个人，这个其他个人是谁，这个其他个人是不是自然人吧。那如果是公司也好，如果是个体户也好，他卖他的这一个固定资产，那就不叫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他叫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就要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三旧的逻辑啊。